能不能 HT 挑战十代车，跨越了 2.5 个世代，能不能不要说第一啦，跑个前二就好了，前三就好了，来，大家助我一把， 2.5。我一开始就打架，我一开始跟我队友打架。杀柯波文！哇、哦，他太大台了，好小怪。我只是一台 HT， 我是希望他的身材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大台？他身车子大台一点，不然碰撞好烂哦。人家一撞我就飞走了。空中漫步，哦，有机会赢哦！变形金刚，哎，弄掉，变车子不太会玩。有柯波文赢一把，只是他的碰撞有点废，就是了，还可以啦，因为他是大改，起跑赢一半，只要不要跟队友撞一起就还好。来来来，没有断，没有断，这个账号又正常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啊，这个制裁是看账号的，我操嘞！更更更！这是什么步伐哟？违反嘞，好酷啊！怎样？看到我这么大的车，怕怕了吗？空中漫步。哎，干！他翻车！可不，我不能脱标，是不是？魔鬼的步伐，我不信，我一定要飞过去成功，从这边跳看看。不行，果然不能拖，只能这样。他只能这样拖，他拖一拖，那个脚就放一下，然后滑一下，继续再拖。哦，笑死！
我已经拖啦、啊，它就是会断啊，车子的问题啊，太废了吧！啊，好讨厌哦！哎、欸，干，有人偷跑啦！队友，好可怜哦！我被推到这里来，哇，上不去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。冲啊！我靠！局，这外挂哪是进来的、啊？我只想好好的玩啊 ！GP 5000什么又外挂 啊！嚯，这样也行。外挂来啊！外挂！哇，这速度！哦哦哦！应该不是外挂吧？但这一把赢就是要靠我前面这个秒数了。哇，应该加单喷了，跑慢了，算了。哦，有机会赢哦！后面没有到，碎了，加分加分，看一下加分加分。碎啦！加分加分！哎呦，这还有同队的，我操！好，我们来开别的。哎呦，我在里面遇到一个尖峰大改，雷霸大改。噔噔噔！看来我要躺分了。感觉我队友蛮强的、啊。躺分咯，我队友好强啊。哎。
得得。忽然换回板车的速度有点不太够。你像完胜有没有分数比较多啊？说躺分也不要制裁嘛，看。